又变面颊酸痛啊！我看到一条小船，看到一条小船啊，一条小船，看慢慢看到水啊，好像在水量，水越来越来越多，水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那个水啊比周围的那个水塘高起来了啊，比水塘高，比水塘高，但那水也没有流出去，水位一直升高，但也没流走啊，那个船跟着一起走了。你看这个现象是不是同我们以前见到水不一样？或者水能够有边界可以控制啊？这个也是外星人要，这个也是外星人说要跟我们地球改变的时候，其中一个方面啊，它可以很多方面可以进行改造啊，这其中一个方面啊，好，这其中一个方面啊，好，就是刚才我看到的一个水塘里面水啊就往上升，带着船一起往上升，升高升高以后，按照原来的水的是从那个水塘的边上那个流出去，它没流出去，一直升高，一直升高，哦，还有这样的事啊，好，那我们后面继续看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